Hi, Father. What are we making today? 哎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炒乌冬，日语叫ヤキ乌冬。另外一个是炸豆腐，日语叫アゲラチ豆腐。炒乌冬大约15分钟，三人份，鱼饼6片，新鲜带子。50克，虾100克，木鱼花1小把，红椒1/8片，青葱2根，鱼粉1茶勺，豆芽菜2小把，蒜2瓣，洋葱1个，姜3片，圆白菜3片，sake 1茶勺，迷林1/汤勺，酱油1/汤勺，香油20克，海鲜酱1/汤勺，蚝油酱1/汤勺，青豆8-9个，冷冻乌冬2块，山海带丝1小把，金针菇1小把，炸豆腐炸油时间5分钟，三个人份，材料是酱油1/汤勺，淀粉100克，白萝卜50克，青葱1根，阿基米林1/汤勺，木鱼花1小把，生姜10克，豆腐2块，鱼粉1茶勺，水2汤勺。我们现在开始做乌冬，先把水烧开，把乌冬放进去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大约5分钟左右，颜色变透明了就 OK 了。罩里给它捞出，把水沥干，放一点油，不让它粘连。把青菜洗一下，金针菇切3段，白菜切成细丝，红椒切成3角形，洋葱切成细丝，生姜切成薄片，蒜切成蒜末，青葱切成细丝，鱼饼切成半开，虾仁和鲜带子放一点胡椒粉，再放一点大可以搅拌一下，加1小勺淀粉搅拌一下。我们现在开始做炒乌冬酱汁，这个炒乌冬汁是我自己配制的，加1/2勺海鲜酱，1/2勺蚝油酱，1/2勺米粒，1小茶勺酱油，搅拌在一起备用。我们先把青菜炒一下，用锅放1/2菜油1/2香油合在一起，把蔬菜放下去翻炒，放一点胡椒粉，放1茶勺鱼粉，盐1点点，翻炒大约3-4分钟，我们可以装盘备用。我们再把锅烧热，加一点油，加葱姜蒜，把虾仁和鲜带子一起放下去，然后把鱼饼放进去，加乌冬，加乌冬的酱汁，翻炒一下，再把炒好的青菜放在锅里一同翻炒，1-2分钟以后就炒好了。面上可以加一些木鱼花和海带丝，开始做炸豆腐汁，用一块干海带，我们洗一下，把它的盐分放在一个小锅里，放2勺水，放1/2勺米粒，1/2勺酱油，我们烧开，现在炸豆腐汁还没有烧开，我们可以开始准备炸豆腐材料。一块豆腐我们切成4块，青葱切成葱花，
现在炸豆腐汁烧开了，我们加一小勺鱼粉，再加一小把木鱼花，关火。做好以后，我们用一个罩里把这里面的海带啊、木鱼花啊都过滤一下，开始继续准备炸豆腐的材料。我们先把白萝卜擦成末，把水挤一下，把生姜也擦成末，挤一下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炸豆腐了。我们锅里放一些油，尽量多一点，可以没过豆腐。我们准备两个盘子，一个放一点木鱼花，一个放一点干淀粉。豆腐放在木鱼花里蘸一下，然后再放到干淀粉里蘸均匀，下锅。听到它的声音慢慢小了，用筷子夹它外皮硬了就炸好了，大约时间五分钟左右。我们把炸豆腐汁再烧开一下，我们把炸好的豆腐装盘，先加一些青葱撒在上面，再加一些萝卜蓉和生姜蓉，然后我们把炸豆腐汁放在炸好的豆腐周围，いただきます。乌冬有那种爽滑很 Q 的感觉，有微微的甜。这道料理非常适合于家庭 party 啊，还有一般的家庭的 lunch 和晚餐的聚会了。豆腐我们可以把这些萝卜泥和姜泥放在 sauce 里面。豆腐非常清淡，有一种特殊的日本风味。